这个二号真厉害，哼哼，果然不穿裤子的都厉害呀、啊！高手真的都是不穿裤子的耶！哇，这人真是个高手，他竟然能跳到这个板板上面！哇，这个圈还有19个人，这个圈还有19个人，你把做个人吧！我一个火盆高手出去，然后你给二楼里面灌就行。哇，没扎进去。我是傻逼。再扶着。Oh, nice! 帮我加一下你的稍微。我头上给点了，他残的，来这边就好了，好像还有在下面的，刚刚完了，这点安全树，我打到他头了。感觉要吃鸡屁股了，一抛一抛，不要漏出就行。左右都反封了，下去烟的右手，左边，梅花桩，他先吃左烟里。架着烟就行了。